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做百货公司啊，我也觉得我自己是在做学校，因为我们也给所有的员工、所有的厂商，每个礼拜都上课，买国际资讯。我觉得台湾需要了解文化创意的重要，那所有的企业都需要运用艺术跟设计，才能够等于说品牌价值，或者是城市行销，或者是国家形象。2002年，陈玉秀董事长开始推文化创意产业，当时是叫文监会。那我一路看这个政府在推动，我觉得民间教育也要跟上，所以我就觉得说，台湾如果没有大量的艺术设计的人才，那你这个产业没有办法建立。这个当时的想法是每一年都是大家都有生肖，然后有过年嘛，我觉得用生肖去提醒大家，这是也从文化里来的，是有意思的，有故事的。我们推动这个感动生肖彩绘活动哈，今年进入11年，那每一年用台湾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过年的生肖哈，那当然这个生肖就会可以到所有的大的美术馆里去展览，那我们又去发展出小型的，小型跟那个教育部可以合作一个一起来学学的师资培训计划，然后我们到全国的学校啊去教老师跟小朋友如何去观察自己环境里面的文化元素，从那些文化元素里面去找颜色、找图腾，然后画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小的生肖。小米黄跟马告黑跟织布红，你是主营的眼睛。我这边画了一个太阳，代表人要勤劳的工作。今天学学文化创意基金会的色彩团队来到新竹县尖石乡的星光国小执行色彩课程，带领小朋友寻找在地文化色彩。色彩课程首先与学生介绍学学台湾文化色彩网站，我们介绍了艺术家林新月老师《深山古墓群》这件作品，呼应了尖石乡壮阔的山林跟巨木的景色，让学生从中观察其用色跟配色，并进行配色练习。这个的重点就是要鼓励所有的老师带着孩子去在自己的生活文化里面去找灵感，所以那个颜色可能是从他们校园里面一棵树，也可能是他们这个校园里面栽种的这个蔬菜，也可能是他们一个族群的图腾。利用这些图腾跟颜色，设计出来的就是属于自己的。只有自己文化里的创作，才会让世界惊艳。他利用这个生肖，
他做了小 baby， 那像去年是做了10000多个。他是用偏乡乡的小孩子，用他脑筋里头所接触的、所看到的东西，就是等于台湾的色彩、台湾的文化、当地的，用这些东西、用这些材料、用这些观念、用这些灵感，把它灌注到这个小小的一个 baby 上头，而来大家的互相呢揣摩、互相学习。他每年都在期待明年的创作，那这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带动？所谓是台湾的色彩、台湾的艺术、台湾的未来的一个发展，这个小孩子有天分的，就是我们台湾的未来。不接受人家委托做些什么的，啊，那尤其是，具象的东西，因为我从事的都是比较抽象绘画的理念。帮助偏乡儿童，从事对艺术的认知啊、学习的一个活动。那我一想，就是说，那既然是一个善事的话，对我一生来讲，可能我做坏事做尽了，起码要做一件好事，这样善事，就决定我接受这个委托。其实我是从这虎年开始接受这个工作，就是所以算起来到今年狗年应该是9年了，这样。因为我要考虑到他们外形的这些彩绘是需要各个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和画家，他们要彩绘上面，我需要给他们像画布一样、白纸一样的外表，那这样他们才能够发挥。记得我小时候，我妈妈蛮讨厌我的。因为我有事没事就在路上那个流浪狗，拉力狗，就是它皮肤很糟糕的那种狗，就会把它拖回家，我妈要处理很久再把它送走，这样子。那当接这个案子的时候，就会想到我刚过世的狗是一只拉布拉多狗，可它的肌肉长得非常的结实，然后它的身手也非常矫健，那我觉得它好像李小龙那样的，所以我叫小龙。这样不管做什么，我对他怎么样，他永远就是痴痴的眼光看着我。那尤其我也看了一个电影叫做超狗，是这个狗就是他突然之间变成超人那样，他会飞，非常有正义感，拯救人类所以我想到这个狗的时候，我希望他的造型上面看起来比较利落一点，那他还是有点现代主义的一些流线型几何图形，因为它在快的速度的时候，它会，它的五官就不是那么清楚那种感觉。狗最喜欢的就是小球，就丢来丢去，它永远玩不腻。那你放在头上，它也许就顶着那个球，那我觉得把它设计的就是像它顶了一个球，可球上面好像发光一样，照亮了人类，照亮光明那种感觉。那它身上呢，好像一个网路一样，
就像我们说超人的话，他好像那个在无形中他有很多的路啊路线啊什么，好像蛮科技一样，他有一些红灯绿灯啊什么，他会飞行，按照他的这种网路去飞奔去拯救世界，拯救人类。所有的作品都是从人跟社会的这个关系里面拿到灵感。最近就是在研究关于这个科技啊还有 VR 的这个东西，然后有一些感触。那我的感动有一点是在考试，就是有一点黑色幽默在里面。我只是幻想以后就是人都有什么东西都可以用 VR 去看的时候，他已经不需要任何东西，他也不需要出国，他也不需要去跟人家互动，因为他只要有那个非常拟真的那个 VR， 他就可以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他就变得非常的感动，任何事情都可以很感动。这个感动当然是假的，这种概念去创作这只狗这样子，到底在这个真实的这个荧幕，还有真实的这个科技的后面，或许我们应该要多想一下发生什么事情。因为现在新闻就是很多都是像 YouTube 或者是行车记录器，或者是截取国外的视频来做成这个新闻，然后现在也有 VR 也有 3D， 就是所有东西我们都可以去拟真，就跟这个拟真的这个画面背后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都不知道，这样子到底在这个真实的这个荧幕还有真实的这个科技的后面或许我们应该要多想一下发生什么事情。当那个展览叫做感动狗，所以我就想到了一个叫做犬儒者。犬儒者有点就是影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对于很多的事情呢，大家都抱以这个冷笑跟保持距离感，所以因此我就把它戴上了一个魔鬼的面具哦，这个是可以拆卸的。就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或是说那种就是对世事有点疑问的人，他们都是基本上都是像一个犬儒者，可是他们都是一个戴着魔鬼面具的犬儒者。然后呢，面对这个缤纷而纷乱的这个世界呢，抱以这个微微的冷笑，可是他也不太介入这个世界啊。所以我用这个像犬儒的这个狗狗呢，跟这个魔鬼结合在一起。反省一下，就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其实处于一个犬儒的一个社会。我们现在的社会就是犬儒者充斥，但是大家都是戴了魔鬼面具的犬儒者，在角落暗自窃喜冷笑，然后批评社会，可是却不采取任何行动。那因为我是建筑的工作者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创作的题目里头呢，我特别就来强调这个跨领域的一个关系，把庄圃的这个树胚当作是好像一个建筑的基地一样，我们每次看到这个基地，它的基地的条件然后我们怎么样在这上面去做我们的建筑的创作，基本上是一个垂直的，中间有一个中轴它的一个对称的关系，所以很容易我们去想到了这样的一个构造，就是把它水平切割了，变成非常多的这个
圆形或者是椭圆形的一个断面，就好像我们建筑的一些断面一样。但是我们把这个中间的这个中轴做了一个偏心的一个串联，所以它就能够产生，当它旋转的时候产生了非常多的一种偏心的组合的一种构造。它的基本元素其实都是非常简单的，好，但是它却可以产生非常丰富的无限的这样的一种组合的变化。这个作品的名称我把它称为这个武林安娜帕罗瓦，它其实是一个俄国在20世纪初它皇家芭蕾舞团的一个台柱，其实是要强调像这个作品它旋转起来就像一个芭蕾舞娘她在跳舞的姿态。我先用这个红色来当作是我的底漆，然后我再贴大概668张的纯金的金箔。那668呢，其实也有象征着66大顺一路发的味道。那在底部的那个地方呢，我给它贴满了18朵牡丹花。那18朵牡丹花呢，其实是有象征未来这一年2018年都能够这个金狗迎春富贵来。我喜欢这个手工的感觉，尤其是因为我用这个红色的这个底漆，那所以呢我刻意的让这个部分的红色这个显露出来，让它有一种handmade， 就是有一种手操作的感觉，而不是整个把它贴满。那所以呢可能我自己在做的过程当中，我会去把这一只狗不同的位置会去转来转去，去刻意的去让这个红色的这个底漆透出来的那个部分让它变化中有统一，统一中有变化。所以我可能觉得可能贴还容易，可是要让底层的那个红透出来的那个质感那种变化，我觉得可能是我比较要费时间去思考的地方。台湾怎么样做自己的品牌，就是要着手于自己的特色。那么台湾的特色是什么？应该就是从色彩是一个基本的一个。那颜色的代表其实是代表所有的人的生活，所有人的文化。那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您知道，就是说很多在这种学习压力下，所以很多小孩子喜欢画画，然后阿公阿妈可能说赶快做功课，不要再画画了。可是这些孩子的作品到美术馆去展览，所以这些孩子们就带着阿公阿妈到美术馆去看他的作品在美术馆展览哦。那所以这个观念改变很大，所以以后再也不会有阿公阿妈或者是爸妈骂小孩说
不要再乱画画了啦，赶快做数学、做国语、做英文，教你啊跟别人不同啊，考试比画画重要吗？啊，其实你知道那个Guggenheim 美术馆它有做全球的一个调查，有艺术教育背景的孩子，他其实他的灵活应用能力，他的资源整合能力，跟他的目标设定以后结果达成的能力，都高高过于没有艺术教育背景的孩子。为什么？是因为基础的教育是教你找正确答案，艺术教育是教你找原创。